龙舞。你见过龙吗？见过龙飞舞吗？来了，这是龙舞传承人在庙会上的表演现场。听人说，中国人在3000年前就开始舞龙了，那时是为了祈求天上的神仙保佑人间风调雨顺，保佑农民有个好收成。现在龙舞已经成为了一种民间的节日风俗，把长龙舞起来可以烘托节日喜庆祥和的热烈气氛。龙舞在中国各地的节庆中都可以见到，各地的龙风格多样，传统的龙头、龙身和龙尾通常由竹篾扎成，一节一节地用绸子连起来，再用颜料画出龙的鳞片。龙头、龙身都有木把，人们握着木把就可以让龙腾飞起来。舞龙好看在哪儿？龙头带动龙身跑，还要舞出花来，翻滚、绞缠、穿插、窜跃都少不了。龙舞集合了中国传统武术、曲艺和舞蹈的动作，也是一项非常健康的体育活动。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，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